可爱。来，掌声欢迎林彦俊同学。首先，请两位新同学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，好不好？各位同学好，我是吴谨言同学，今天的新同学。欢迎！欢迎谨言。好，那下面到我们小鞠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插班生，我叫林彦俊，你好。两位同学平时在学校里面喜欢参加什么样的文艺活动？什么样的文艺社团？ 从小学的时候，我就是那种舞蹈队的。在学校的时候，每天还要跳，经常有过节跳。回家吧，假如团年啊什么吃饭吃饭呢，家里的婆婆阿姨、大姑大婶就会说：“哎呀，谨言来了！”谨言是校舞蹈队的，来跳一跳。那林彦俊呢？我其实小时候完全接触不了跳舞，哈，对，因为我有一个先天性的残疾。You what？ 就是我的筋特别的硬，没有，这叫有个小缺陷啊，不说残疾啊，你有小缺陷，对不对？嗯，你这筋有多硬？老师一直想要就是让我在团体里面跳的跟大家一样，嗯，结果呢，不能因为筋硬你就跳的跟人家不一样，所以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嘛。我就研发了一套我自己筋硬的跳法，跟别人不一样。 但是看起来是一样的，对，看起来是。比如说一些可能要弯的时候，你就用表情去代替。我们知道那套跳法，都知道 popping。哦，对对对，然后跳机械舞特别的好。不是，他就说，比如需要身体弯的时候，他用脸弯就弯过去了。怎么用脸弯可以代表身体弯？软的人可能就很软的可以很软，对。这个涛可以展示一下软的可以软到什么地步？软的来走。 哦，超软了一样。对对对，好，那很有味。你怎么软呢？你用脸怎么软？啊，就是，啊，就头跟着使劲。我懂了。对对对，用头来。就是其实用一些细节的部分，然后加多一些细节，就让整个幅度虽然没有那么大，但是还是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。